灵儿大人。哦，妈妈回来了。现在几点钟了？我不知道。我待会要跟阿雄去约会，你这样做，我要怎么办？对不起，你没有回来做中餐给我吃，你要我怎么办？对不起了。先拿些钱来，钱先垫着用。阿雄爱吃巧克力，我要买给他吃，他才会娶我。快点。这个阿雅好，阿雅她现在已经进入演艺圈，已经演艺圈了啊。像前一阵子还有参加我们的各说各话，她也陪伴你过一些岁月，就对了啊。对，所以现在我要讲一些感伤的话，兰兰姐，千万不要，我觉得你讲感伤，我一定会笑死。这个话应该是很感动，但是因为你的头跟你的脸结合不起来那种情绪。是这样的，兰兰姐。阿雅的踏冰舞真的红透了大街小巷，而阿雅新的减肥拳，有人说太难了。不过练了减肥拳已经减掉十几公斤的阿雅，为了更上一层楼，除了准备到校园教大家减肥拳外，还打算全省校唱走透透，校来到了西门町大跳减肥拳。瘦手臂啊，瘦手臂，再努力啊，再努力！一、二，然后一、二。一、二，你想干嘛？演艺事业版图不断扩大，难怪阿雅会拉着记者发出招牌的笑声。